来了，侯书记，是谁？徐凯。徐凯，在第二个。别往中间跑，别往这边跑吧，靠里面，靠里面。是，有意思啊哈。谈谈了，别干这种事。哎，别过来了。从那边干嘛？好吧。别干这种事。大哥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这我视线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懂，我不冲了，你让我拍一下这边。哥，你往那边走一点。为什么呀？你在干什么？什么呀？